最近几年都有做那个轻旅行，让那个亲子啊，有外面的游客都进来可以体验到我们家怎么做茶。像客人进来的话，会先请他们品茶啦，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茶，喝一喝，喝完茶让他们着个妆，像采茶姑娘一样穿一下那个着装服，然后再带他们去采茶。我们这边也有一些森林步道，吸收一下芬多精。最主要我们这边还有一栋比101还高的101高处啦，那个也值得去看一下，因为那是很久的德公啊处，我们都会介绍客人一定要去看一下，它真的是比101高，因为我们这边海拔已经1200了。像我公公他的那个时代，他是那个封闭时代，他在做茶的时候就是会有茶行会进来拿，有时候会跳票，一季辛苦的钱就被跑掉了，后来就比较不喜欢交给茶行，然后我们就自己开发自己的路线出去自己找客户。我先生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慢慢背着那个茶叶出去找客户啦，我就一直喝茶，然后都没吃东西，到晚上他说他已经茶醉了，已经不知道路怎么走。后来像这几年我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品牌的茶叶出来，就是我们的后宫乌龙红茶。这一支后宫乌龙红茶是真的也是无心插柳的啦，是在做那个乌龙茶的时候，先生因为太累了，有时候都是半个月他也都没有怎么休息，到最后一天他已经把他的那个整个精神都放松了，晚上4点多的茶青要炒，结果他到7点多都还没有炒，然后老公就很烦恼了，怎么办，200-300斤的茶青怎么办，因为红茶它是可以延长发酵的。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，那我们要不然再把乌龙红茶来把它做成红茶看看，想一想就好哦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然后做出来的红茶就是让它再发酵再久一点，结果做出来我刚开始还是不敢说到市面上去卖啦，还是都送给客人让他们品尝，跟我们讲哪边有哪种缺点，然后我们慢慢改慢慢改。那是到后来的时候，人家说你的红茶跟外面的很不一样啦，喝起来水很甜，然后又不苦涩，然后又可以浸泡，慢慢的这样推展出去，客人帮我们介绍，朋友介绍，以这种方式在慢慢的行销我们的茶叶啦。我们这边跟都市的东西农产品不同的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地的土壤，还有就是水质，还有空气，还有就是我们是义山底下的子民哦。义山那个吹下来那个风哦，其实人家在做农的，这个因为是温差落差很大，温差如果超过到10度以上，这个蔬果就很棒。我们所种植的农特产品，譬如说葡萄，还有梅子，还有就是温室的彩椒、甜椒。我们的村民，因为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工作，而且他们所产出的那个农特产品都是非常的有品质哦。所以我们比较鼓励游客，如果上来的话，你直接到现场可以跟那个地主跟他们收买哦。现在真的是我们要多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哦。在地的东西是真的是他们都是很用心经营。游客来我们部落，我们当然就是推广就是我们在地的特色啦。啊，九美的话，九美就是人文的部分，就是周族这一块是他们的文化，他们的历史是要重新再认识的。我们原住民就是比较单纯嘛，一个信仰进来的时候，尤其是基督教，所以我们整个部落欣然地接受这个教，到后来就是变成是以教会为中心，在那边聚会，在那边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。
因为它呢是一个巨大的石头，整个就是用当时的工法徒手炼钢哦，都是用这样子把它打切的。那些盖房子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周族的，是不容易了，所以我们那个也是我们部落的一个古迹。万兴关也是，它现在是列入我们县政府的三级古迹，因为当时清光绪十三年的时候，想要教育我们的小朋友，我们的子民能够汉化嘛，所以教导他们很多的教育或文字，为了纪念当时的一个政策之一啦，所以所留下来的一个点万兴关。